便是慈悲爱众生。接下来请收看说故事时间。来哟，进来听广告，大家对我来哟，做伙来学富咯，精彩的故事哦，阿成哥广告。一念到天堂，一念到地间，地心在哪里啊，成就在哪里。各位观众朋友，阿弥陀佛。今仔日所要讲的主题，就是咱人生的价值。在这个世间啊，无人要做一个无路用的人，互人看不起；无人要做一个失败者，互人耻笑。大家人拢想要成功，互人尊敬，互人阿乐啊。但是往往呢，事与愿违啊，所求不如愿。因此，大家人拢想要拥有一个较有价值的人生。那么什么会是人生的价值？咱现在就要来探讨了。曾经有一天，有一个小三妹，她走来问她的师父，说师父师父，我的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？这个时候她的师父说，你去后花园去搬一粒大石头，你明仔载拿去菜市仔卖。那如果若是有人给你出家啊，你都卖讲话，你敢比两支镜头啊就好。那是伊看了满意啊，想要甲你买啊。你这个时阵，你都卖卖，你搁甲石头抹倒来洗，咱的道场内底，师父他甲你讲，你的人生的上大的价值是虾米？所以伫隔工一透早。这个小三妹，伊就揽着迄粒石头，再到菜市啊呢，伊就要去卖迄粒石头啊。伫菜市啊顶悬，吼、哦，人来来来去去啊，大家看到一个小三妹伫遐要卖石头，大家都伫遐作好闲啊。小三妹就伫遐话，伊讲：来哦，来哦，卖石头哦，卖石头，大家赶紧来卖石头哦。当大家看到小三妹在卖石头，那个好奇心呢，啊，就生起来。在这个时阵啊，有一个家庭主妇，伊惊我来，伊就问小三妹讲：“你那粒石头是要卖偌济钱啊？”哎，小三妹又记着因师父讲，那是有人要出嫁的时阵，伊就比两支镜头啊，比悬悬。哦，那个家庭主妇讲：“哦，这粒。”石头要卖两块，小三妹伊无讲话，伊摇头啊。家庭主妇讲：“哦，安尼是不是要卖二十块啊？哦，那二十块，安尼我甲你买，我甲你买顿来带咸菜啊，真好用。”伫这个时阵呢，小三妹听到讲人要甲买二十块这粒石头，伊心内伫想：“讲安尼话啊。”一粒无价值的石头，都有人挂出二十块买买，安尼阮山顶的石头一堆咧。好、哦，我看这声好康的啊，阮会当赚足侪钱啊。但是伫这个时阵，小三妹伊想着师父，伊有交代，袂使卖，爱提倒来道场内底啊。所以小三妹呢，伊就无卖乎迄个家庭主妇，伊把迄个石头搁再倒来道场。但是呢，伊欢头喜面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要甲出二十块买石头，伊就走转来见师傅啊。哦，一见面，小三妹就甲师傅欢喜当当的甲报告。伊讲：师傅啊，师傅啊，
今仔日有一个家庭主妇吼，伊愿意出20块要我买石头。我有听你的话哦，我无买伊哦，我搁再转来咱道场内底哦。哇，这个时阵伊的师傅听了，伊就微微啊笑，点头啊，伊点头。伫这个时阵，小沙弥讲：“师傅啊，师傅啊，安尼你即马这个时阵会当甲我讲，我的人生上大的价值是虾米啊嘛？”想袂到师傅讲：“无急，无急。”你明仔载一透早的时阵，你搁甲石头甲再去博物馆遐买。那是有人甲你出价啊，你赶快比两支镜头啊。如果因也是买买，你袂使买哦，你搁咱倒转来。咱甲过来讲你人生的价值。所以伫第二天透早，小沙弥伊就载石头去博物馆遐买卖石头。那么伫博物馆伫这个时阵，有一群人呢，一种好奇的人，伊就伫围谈小沙弥的四颗莲灯啊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有人讲，迄一粒遮普通的石头有啥物价值呢？才摆伫博物馆才买卖呢？但是嘛是有人伫讲啊，既然一粒石头会摆伫博物馆，迄绝对有伊的价值，是咱唔知讲伊的价值伫对呢？哇！伫这个时阵，有一个人，以为人群内底怎钻出来，一连头一对着小沙弥，伊就大声讲：“小沙弥，小沙弥，你这个石头到底是要卖偌济？”小沙弥伊无出声，伊就比两支镜头啊。哦，迄、那个人讲200块，小沙弥摇头。迄、那个人讲：“安尼唔得2000块。”好啦好啦，那是2000块买这粒石头，我都会当甲买当来雕刻一尊佛像啊。小沙弥听到这个价，人要甲出2000块，听一个煞倒退一大步。但是呢，伊赶快照师傅的交代，无卖乎伊啊。为什么伊才会倒退一大步？昨人要买20块，伊就硬硬得要挡袂掉，今仔日人要甲出2000。所以伊无买，佮甲石头甲抹倒去山顶，伊个道场内底，伊见师傅，伊甲师傅讲：“师傅啊，师傅，今仔日有人要出2000块来甲你买这粒石头，我并无买伊哦。师傅，你即马这个时阵总是爱跟我讲啊，我人生的价值到底是虾米啊？”师傅听了嘛是微微啊笑一下，伊敢甲伊讲：“无急，无急。”你明仔载呢，佮甲这粒石头，甲伊搬去古董市场遐卖吧。哇，小沙弥伊嘛足听话。第三天一透早，小沙弥伊佮揽着迄粒石头，伊来到迄个古董市场呢，要来卖石头。伫这个时阵，小沙弥伫遐话讲：“卖石头哦，卖石头！”真正有一群人都围过来啊。这群人内底有人都伫遐讨论。这到底是什么石头啊？这是对为对出土的啊！哦，这是对一个雕台啊！哦，这是对古董啊！啊，买这石头是要创什么货？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伊一句，足济人都对这个石头伊有好奇心。到尾啊，来一个人，伊就出来呢，伊就来问介绍。伊讲小沙弥啊，小沙弥，你这个石头到底是？我这钱你靠买卖啊！小沙弥伫这个时阵，伊无出声，伊无讲，伊比两支镜头啊！我问个人讲：“哦，啊，你这粒石头要卖20000块？”小沙弥伫这个时阵，目睭呢，电啊大粒大粒，嘴啊靠，嘴啊呢开个二塞塞，伊大声发一声啊！哇！出声迄个人，人客呢？伊好做讲，伊都只讲20000块出了伤过低啊！何小三咪听一个真生气啊！伊马上随调整哦，自我调整讲：“哦，唔是唔是唔是，我讲唔对去啊！我是要甲你用200000块来买啊！”小三咪听到200000块，拢无出声。石头烂了呢，得阁走转来道场，走转来山顶来见师傅啊。好，走到平平喘，平平喘啊。
师父啊，师父啊，咱发达啦，咱发达啦！咱今仔日呢，这个石头有人出二十万要甲咱买石头啊！哦，师父这个时阵，伊嘛是微微啊笑，甲点头啊。小三咪就甲师父问讲：师父，啊，你即马总是会当甲我讲，我人生上大的价值是虾米啊吧？伫这个时阵，师父呢，伊就甲小三咪的头。安尼头壳个，安尼改挲挲挲挲个，足足比个迄个小三咪讲，伊讲孩子啊，你人生上大个价值，都亲像这粒石头啊。如果你甲家己摆伫菜市啊，你就价值20块；如果你那是甲家己摆伫博物馆，你就价值2000块。如果你把自己摆在古董店里面，你就价值20万块。因为是怎样？因为舞台不一样，定位就不一样。一个人的定位不一样，他的人生价值就不一样。所以说到这里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这个故事是不是有启发到你对人生价值的思考？那么你现主持呢？你要安那定位你家己的人生啊？佛陀当初如果那无为着众生的生死解脱来发菩提心哦，伊就无可能会出家啊！伊上济是做到对，做到继承王位，做国王尔啦，哦。这就是佛陀对伊家己的人生定位非常清楚啊，因此佛陀伫这个时阵，伊靠法度来舍弃掉伊的王位，来出家修行，为着咱人世间咱的众生来找出掉安尼六道生死轮回解脱的方法。最后佛陀伊开悟，伊来成为佛陀啊。讲到这个家，人的定位足重要。当初尼提啊，尼提啊，伊那是一直认为家己做低贱。哦，佛陀要度伊出家，伊就安尼想哦，安尼想，因为伊感觉伊做低贱呐。为什么？哦，因为伊伫这个时阵，伊是一个挑肥的人啊。挑肥的人是规身躯拢臭毛毛，甲人厝内呢。遐要排泄遐个物件呢，都爱甲挑出来外口，啊来甲处理掉啊。如果你提那一直感觉伊是足低贱的一个人，伊无爱出家，伊这一辈子顶多都是一个挑肥的人，伊无可能来证到阿罗汉果啊。这就是你提伊本身伫当时的时阵伊的自我定位啊。讲到尼提了，咱就别个讲到优婆离尊者啊。优婆离尊者当初那是无勇敢来为佛陀剃头，佛陀要爱伊剃头，伊唔敢呢。到尾伊的母亲改过咧，伊勇敢来甲佛陀剃头啊。伊到尾呢剃，哦，迄、那个技术足好。那么伫这个家呢，遐个王子。拢要爱有婆里来给伊剃头，到尾就看到王子一个一直出家啊，伊生起一个念头：王子拢会当出家，为着要解脱生死，那么我一个这样安尼低贱呢，这个种姓呢，我嘛就想要出家啊，所以就效法王子出家啊、哦。如果当初伊那是无出家。伊上者嘛是一个剃头师傅啊，无可能成为佛陀的十大弟子，嘛无可能成为十大弟子内底持律第一的阿罗汉呐、啊。所以讲，咱人生的价值到底是偌济，咱都要看家己的定位。咱的定位伫底，咱的舞台伫底，这两行。靠我都来决定咱家己本身的价值，咱的价值别人是无法度代替啊。
因为我是一切的根源，我想要改变一切，首先就要先改变自己。美国有一个企业家，他当时也是一个大资深家，有一天他为了一场大型的慈善会，他带着他的助理来到旧金山湾区。那么来到湾区的时候呢，这个大企业家他发现他身躯的皮包没去了，伊个助理甲伊讲哦，当署长，讲无得确，你今仔日咱会知影经过伯克利贫民区的时阵呢，你就伫遐碰见啊。当署长，那咱即马要安怎？迄、那个企业家讲，只有等迄个捡到皮包的人来甲咱联系啊。好、哦，助理这个时阵伊讲，讲当署长，你的皮包内底有你的名片。如果对方捡到的人，伊有心要行李，伊就拨一个电话给你，唔才几分钟的时间。但是咱伫遮已经等一个保安呢，我看哈，捡到皮包的人，伊无意思要将皮包啊还给你啊。迄天下昼，当署长伊甲助理伫遐等，伫遐等，到尾啊电话真正亮起来，这个企业家马上接起来。伊足有礼貌，伊讲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是对一位？那么伫电话中呢，听会出来，对方伫敲电话是一个小朋友。迄、那个小孩子的声音呢，伊甲当署长甲企业家讲，伊讲先生，我捡到你的钱包啊。企业家问讲，啊，你即摆伫对，我敢未使去摕迄个钱包啊呢？迄、那个小朋友伊讲。我打电话给你，就是要爱你来提回你的钱包啊，因为我知影，碰见钱的人一定足着急啊。所以企业家伊足欢喜的来问小朋友：“你即马伫虾米所在啊？”小朋友就甲讲：“我即马伫卡塔街，你来卡塔街找我，我伫遮等你啊。”当企业家甲助理因赶到卡塔街的时阵，真正有一个小朋友，为远远的所在就走过来，伊的面呢带着迄个天真的笑容，手呢摕着企业家的钱包啊，伊讲：“先生，先生，这个钱包啊，你的，来，我行你。”助理伫这个时阵，马上把钱包就随接过来，马上就摊开就底下滴算内底的钱有几张，有几张。结果助理伊非常的惊讶，竟然这个钱包里底哈侪钱，伊一分钱都不减少去啊！哇，伫这个时阵呢，迄、那个小朋友，迄、那个查甫囡啊，伊足歹势，有够歹势，伊就对企业家讲：“先生，敢袂当一撮仔钱乎我？”助理听到这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冷笑，你敢知道？伊就讲：“你看卖，你看卖，我就知影你要来卡油啊！”但是企业家呢，伊就是有迄个风范，伊就笑眯眯，伊就问迄个小朋友讲：“你要爱偌济？”小朋友甲讲：“我要爱一元美金，因为我捡到你的钱包啊了，我一直要找公共电话，我一直找，行足远的路，我用足侪时间，就是要来找。”但是到尾啊，当我找到公共电话的时阵，我发现我身躯无钱通卡电话，所以我只有去店头家呢，迄、那个所在甲借一元美金，我卡电话要给你。所以我即马要甲你讨一元，就是我要摕来还迄个店头家啊。听到迄个小朋友的解说，迄、那个助理啊，十二万分的即个惭愧，因为足歹势，伊甲迄个囡仔误会啊！企业家听完小朋友伊所讲的，迄、那个过程捡到钱包啊，伊本身无贪哦，伊阁行足久的路去卡电话，所以伊足感动啊！企业家马上改变伊的自身的计划，伊甲原来要做自身的遐个钱，拨一大部分的钱去赞助队，赞助伯克利迄个所在有几间的学校，迄、那个企业家要给善良的
善良人的子弟会当去受到教育，和善良人的子弟会当食到营养午餐呐。从此以后，迄、那个大企业家，伊那是伫公司的大会顶管，企业家拢会对大家人讲，讲咱千万唔好认为每一个人拢是小贪的啊，每一个人拢是自私的啊，咱爱较有量。爱拨一寡空间，让每一个人有机会来证明因家己本身有一颗单纯、佮善良的心嘛。那么，即群有单纯、佮善良的心底的人，伊是值得咱来帮助、佮咱来尊敬。这就是人生的价值。人生的价值，就是将家己上天真、上神秘的人性，佮伊奉献出来。互人间有爱，互社会有情。小故事大启示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今仔日咱借着这个机会，听到人生的价值，要互咱知影讲，咱来奉献，伫这个国家，伫这个社会，同时伫遮要祝福咱每一个观众朋友，啊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美满，阿弥陀佛。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。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，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。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台中光明山佛恩寺旗舰第二届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，时间113年3月3日起至4月16日止，农历1月23日起至3月8日止，共45日。地点台中市太平区长荣路3段166号，洽询电话04-2270-2077，04-2270-2077。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，我的神水好习惯是会把洗澡前的冷水、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，可以用来冲马桶，还有拖地，一水多用，节约用水，从你我做起。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，我的神水好习惯是把洗蔬果的水和除湿机里收集起来的水累积起来，用来浇花、擦拭家具，还可以拖地哦。一水多用，节水可以很轻松。Cate, cate, parra, cate, parsa, cate, bodhi, swaha.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
手相信是一副如是。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，无言而明。无色声香为出发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。无知亦无得，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。究竟涅槃，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。神州是大明州，是无上州，是无等等州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的心。我说般若啊，般若蜜多咒，即说咒，月今仔日是六斋日，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，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不眠坐华丽之床，不着香花瓣，不旁游斗心，不观听歌舞，不非时事，也就是持斋过午不食，随喜功德，阿弥陀佛。